把这个右键，我不天天练车，然后先把这个盘和车摆好了，脚下再练。哇，这车热闹，我天哪，这后边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这要开不好都损呢。嗨，这要开好了才能这么累吗？我招摇。自己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，太在意别人看法。我是总是，别再给人家开车太在意别人的这个看法，就很受干扰。啥时候我也去市里转转？你是哪儿的呀？不是我们市里的。好，收一收吗？划会儿。我开车不喜欢磨叽。哇，来个萌的啊！他不喜欢磨叽，他喜欢飞起来的。好，向右边条道啊。今天是周末。就不涉及公交专用道，你说？哎，往前看做顺直，这盘给的有点大，因为你的这个还是有速度，虽然说慢，但是你也不至于说到十迈那种，还是应该慢慢叠加方向盘。这回手到敢动，知道多动，动的又大了，没关系啊，但是也比不动强，啊，就是下回呢，也是看着车头发展方向去叠加这手，最起码知道不到90度就停了，这是个好事儿。哎，前方红绿灯右转了啊！又转过去了啊！哎，好多了啊！虽然说还是有点偏呀、什么的，好多了，比刚开始好多了啊！哎，再给它进来一点，你看这里的弯，对吧？哎，哥们顺进来之后，再往远看，再把车顺直了走。对，哎，没有单独的右转灯，不受灯控啊！在红线外侧走。这已经在外侧了。哎，你看啊，怎么确定咱在外侧？这个黄点儿在黄线外侧。在红线外侧，收藏。看点左后，这会儿车都不动了，给一点小油，这个别八字手。哎，别倒手啊，左手还在上。对，给油，走起来，眼睛抬起来了。啊，右转呢？刚才后边都是直行的车，车比较多，那您就顺势先转到最右道安全，让行直行的车，是吧？先溜个小弯溜进来再说，然后那个一定要在红线的外侧，红线它就告诉你一个危险区域，右边就是非行车道了。收收油，前面车距很近了，这三轮，再跟油，因为实线不能并道，我们可以过了这个实线再并道啊。哎，当然了，远离辅路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别打斜，眼往前看。来，左灯，左前的看，眼睛扫射着镜子。哎，好，进来了吗？进来就收油门回。哎，再多叠加一点，好，回正。对，把灯关掉。先做回正，后关灯。眼往远看。你是宁河的？宁河那个我们原来那个生字那考场老去，七里海钓塘里。现在你们那儿还有钓螃蟹吗？好久没去了。原来钓完螃蟹在那儿现场就加工，加完工再点几个菜，在那儿吃完一回来。是不是居中走事少一点？对不对？七里海离你还20公里了哦，不近。我们那块儿不有个生资的考场，原来带学员老去那儿考试去科三，所以那会儿老去。哇，炉台够远的。对，我都想拿点水喝。对，就行了。明天咱还一点半啊。行。闪灯的不强啊！您看看是不是整体的靠左？能感觉出来。行，好多了。踩着啊，我拿点水。听声音了，听说我就离您那儿不远。等会儿啊，先别动啊，踩住了，我拿瓶水喝。
哎呦，等会儿先别动。哎，他那个生思考场主要都是宁河那边的学员，还有保底那边过来的。妹妹，嗯，妹妹有点僵硬哈，冷静一点。嗯，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比自己感觉啊，比刚才上车那阵那肯定的，就各位感觉。嗯，看从我这儿看您角度也放松不少呢，人整个松弛下来了。但咱直线还是跑的不老好的。其实我也想跑直，但是我一想跑直，它就是跑不直。还没事，还是开个少。第一，先做到不绷劲儿。第二一个，眼睛一定要看远，不落地上。第三一个就是，油门给给收收，保持匀速。来，往前走啊！您的人在中间，车就在中间。学本快十年前了。嗯，那会儿学本快呀，好学呀。来，放开，还离了八丈远呢。收收油就等于降速了。公交想掉头，是吧？他要让行车，但他车长等于就把这条路拦上了。走，因为中间双黄虚线它可以掉，是吧？所以咱们要在走这条道的时候，尤其您在内侧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对面有没有掉头的地上这种双黄虚线啊。这不武警医院了吗？这就属于市中心的道了，往前一点点开啊。科一到科四都是一把锅。哎，眼看远，对，科一的，一把过。哎，我那阵考试，那我比你本早，那我应该比你大。我那个考试的时候还没有科四，我们那会儿就是科三考完了就直接拿证。但是我们那会儿有那个模拟高速，现在已经没有模拟高速了。那会儿院里有一大圈那种模拟高速路，至少要跑到四档档位。上五档了吗？我忘了，好像是加满档位跑到60万以上，跑一圈下来算合格。好像是，我有点忘了。科四考什么啊？模拟高速你也考过？那没有，那就没有科四吧？应该，咱那年代，您要是考那个模拟高速的话，应该是没有科四。考完路面不就拿证完事儿了吗？当时，我们现在练的就叫科目五，路面就叫科目五。对，以前没有啊，哪有科四，没有。我们现在练的就叫科目五，路面也科目五。对，您记错了，那阵哪有科四，就是这两年加的科四，原来就是科三完事儿就完了。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你肯定没考科四啊，那阵应该是没有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。我跟你说，那阵下本是真痛快，多简单，哪像现在。收收油，跟住，一定要保持开车的时候哈、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。啥意思呢？就是你看见前面这车跟你的距离啊，你别管你多少迈，你3秒之内能把车踩停就行。你不能说越跑越近，一会儿50迈跟他保持在一辆车上，那你就搂不住啊，有事儿，对吧哈？对。那你要犹豫就不过。嗯。按刹车，要不过就刹车，早一点给后方司机刹车信号，就那意思，这灯我不抢了。哎，你要想抢的，你从旁边走，对吧？提前告诉人，临近的话压力。对对对，后来来一脚这个追尾，是不是？
哎，一会儿您看看是不是一号啊？要是一号，我就给您记上，因为一号我还有一个手挡。